台南直送温体妞，送到台中森林购物。森林购物是我跟霞爸非常喜欢的餐厅之一，汤头都是选用牛骨牛油熬制而成，一天两波从台南直送的新鲜温体牛，直接手工切给你吃，手切极品牛，色泽鲜美，油花分布均匀，口感非常的软嫩。而宝岛鲜牛肉则是店内的人气产品之一，肉质非常的新鲜，怎么晃都不会掉。涮牛肉不用太久，带有粉色就可以起锅啦。而店内的热炒也是还蛮好吃的，我们点了一盘爆炒牛舌，利用蒜头、葱、洋葱、酱汁等炒制而成，大火快炒，把蔬菜炒塌，带有甜脆口感。牛舌的部分还蛮大片的耶，双牛拼盘是采用牛腩跟牛筋的双拼，这个分量其实蛮多的，外面牛肉面可能这样就可以煮三碗啦。牛筋吃起来软软 QQ 的，很好吃，而牛腩的口感非常的扎实，搭配上店内自制的酱料，甜甜的，我觉得还不错吃哦。另外熟食的部分，我还很推荐这个麻香口水牛腩。牛肉手工完，卤水蜂巢牛肚，再吃一份细胞汤汁的王子面，真的太绝了。其中主食我非常推荐大家升级成牛燥饭，它这个牛燥的肉质非常的软嫩，而且还可以很明显看得到牛肉块。餐点也从一人份到七人份的分享餐都有，不论几人用餐都很适合哦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，栗子小伙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